侯市长有一个政策，就是有发一张餐券给他们，就是可以去便利商店换晚餐。然后那一天就是有一个学生就先跑来跟他说，老师我可不可以先领餐券，还没下课他就说要先领餐券，他说老师我妈妈在外面等我的餐券，吃晚餐你可不可以先给我餐券，让我妈妈先去吃晚餐。他给他之后，等到下课他要走去捷运站的时候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忍到那时候才哭出来，就说还有人没有钱吃晚餐就等那个餐券。然后侯市长他连这个这么细微的都有做到，就是他们不只得到课后照顾，家里的人还有可以跟他一起分享晚餐的餐券，就是让他非常感动。他真的是边走边哽咽，哭着跟我说，真的侯市长是个好市长，他真心的佩服他，他以后不论他选什么他都支持，希望我们也可以支持侯市长。我叫郑秀纪，恳请大家支持侯友宜。